下面请您欣赏拴娃娃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嗯，看见你们大伙儿我就开心啊。是啊，嘿大哥啊，是嗨、哎嗯、啊，受累了啊、嗯嗯、啊，请摇号。 嗯因为排斥有个先来后到，你排着他后走啊。你看看你是第一个说相声说的就是个人缘。对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不假，就是您各位捧我们。是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了啊。好，今天是开张第四天了。对了，真快啊。不嘛，哎，你瞧啊，嗯，这马路对过还站这么些人，这真是有好几百，特别感慨。嗯，头一天开业的时候，我说门口还不得好几百人啊？人家公安干警告诉我了，嗯，将近4000人。好家伙啊，这是惭愧的都不行了，是啊，这屋子又小，大伙儿又进不来，嗯，你说这怎么弄啊？挂票不现实啊啊，那是玩笑啊。其实呢，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！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，倒霉就倒霉你们身上了、啊。我们是相声的小学生，哎，就是啊。当然，这小学生头发都白了啊，那也年纪小。我认识他那会儿，他不是这样的。那咱们早啊。我们俩真正的发小，打小一块长大的，还真叫发小了。和那会儿那小时候那个。可嫩了，那时候年轻，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儿，您也是掐得太使劲啊，特别可爱。哎呦，谦儿哥，字一会儿好家伙、哦，好、嗯，掐在水龙头上了，嗯，特别好，嗯，现在你看看 啊，土埋了半截了，真得这么说，您别乐啊，土都埋到眉毛了，那叫半截啊，那个。多半截儿、嗯、多半截儿都得过了，你就玩命睁眼就把土弄下去不行、嗯、没那么长睫毛、嗯、哎呀，希望您得好好的。哎呀，谢谢你们哥俩在一块儿啊，嗯，多半辈子了，真得这么说，有他在这儿我就踏实。哎呦，您这儿捧我，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我没有什么艺术，我郭德纲的能力在相声舞台上只占10%。哟，那9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，把他们都算在里头了。这好多人都指责我，你那个相声实在听不得。怎么呢？天天的离开于谦，他爸爸就活不了了。天天说于谦的媳妇儿、哦，嗯，你看人相声界那么些老艺术家、老前辈、嗯，谁在节目里边提过于谦的爸爸啊？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？我很感慨啊！我从小我就说相声。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哦，捧哏10年，谁在桌子外头谁说我也说吗？天天的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大爷，郭德纲他舅舅，郭德纲他们都这出，哦，没有办法，那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，这就是角色。你们可能还觉得于老师很委屈、啊、你们是没看见后台分钱是乐的都不行了，你们提这干嘛呀，他应的就这功，那倒是，就跟演电影似的，他就管这叫爸爸，那就是跟两口子，这俩人一被窝睡觉，那都是假的呀，可不吗？你们老以为我和我一说谦儿嫂，你们就以为，怪害臊的。谁以为呀？就他们，可能是从你们角度可能觉得啊，很般配啦，或者恩爱啦，是这，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还抹不丢的怪臊的您别客气了啊，没少说，那都是假的，是假的，就是假的，包括我台上我可能有时候哎，于谦他父亲如何如何啊，台底下真见着人家老爷子呢，我能那样吗？各位啊，您得尊敬、啊、那我见他父母跟见我爹妈那是一样的，这话不假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，这是老话吗？那个人家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吗？
怎么不能开玩笑吗？他就拿他母亲来说，啊，你们是没见过那个老太太，是慈祥、和蔼可亲、高素质的一位老太太。哎，天天骑个笤帚上班去。好，我们家老太太哈利波特是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打你这儿就开玩笑，谁开玩笑？谁骑着笤帚上班去？要尊重。尊重老太太，老带一条到单位先给扫地扫干干净净的，那就不就是大法师那个啊？嗯，一上家去，每次看见老太太，我就亲的都不行了，就和蔼吗？哎，头发呀，反正花白了，岁数大了，梳的可整齐了啊，还戴一个那个老式的发卡，头发长了，戴个金丝边的眼镜啊，老拿一本书，看书，那个文言文的竖版印刷的那个书。老书了啊，带着花镜，还得拿一放大镜看。呵，就这么认真做学问啊！每次我一去都是，老娘啊，我看您来了，多客气啊！这回头瞧见我就乐了啊，把书放下。哦，哎，眼镜摘了，是拿过一个书签来，嗯，别好了，嗯，怕找不着这篇儿，这按部就班。就这个老太太慈祥高素质，细致放好了才回头，是吧？呀，怎么这是？官人您来了？什么大官人？有日子没来了。这话说的，我那天还念叨呢。是吗？你住小王八蛋哪儿去了呢？这都什么话呀？就是上哪儿勾着大娘们去了呢？嚯，高素质！别说了，大法师，这勾着大娘们这还高素质呢？大法师哪儿叫大法师啊？他们老爷子也是这份的，啊，老爷子原来是银行的行长。哦，在银行工作，哎，就是那个儿童银行的行长。我这听着怎么那么耳生？儿童银行，对，就存零钱的地方，啊，就专存钢镚儿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尽职尽责，那有什么可尽职尽责？弄豆子钢镚儿去？你看，每天吃完中午饭啊，老爷子在银行就是退休之前那会儿啊，啊，每天午饭后一定让员工们进行反恐训练。就存一兜子钢镚儿，有什么可反恐的呀？哗，来一帮人蒙着脸端着枪，哗，抢一兜钢镚儿，这好，国家损失十多块，也就损失十多块，那个一毫也不能丢啊，也得练。每天上午营业，中午大伙儿吃饭，吃完饭，老头一看差不多了，哦，那个，哎，好，各位员工，咱们要开始反恐训练了啊。那每天就是有坏人进来，我们要马上先及时的卧倒在地上啊！是啊，哎，不要暴露目标。好，现在开始啊！怎么训练？赵姐，啊，来，你躺这儿来。那孙姐，嗯，上这儿。哦，刘姐，你躺那儿。对对，我躺你们当间儿。你起来吧，这叫反恐，这叫臭流氓，这躺到下午五点半，睡的时间还不短，是吧？啊，这才起来打磨打磨图，哎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啊，就这份尽职尽责，啊，这叫尽职尽责。说句良心，我是就这老两口子，我爱的都不行了。您也当榜样那么那我就爱上他们家去。是啊，爱上他们家吃个饭呢，聊个天儿。哦，老太太做饭好吃，啊，这炒菜有手艺。你看你他妈炸那个羊排啊，哎呦，我都不能说怎么样。他们老太太炸那个羊排那个口感，哎，啊，就跟炸素丸子似的。羊排弄得跟素丸子似的，哦，老太太弄那个炸鸡，嗯，还跟素丸子似的，全跟素丸子似的。老太太弄那烧鹅啊，那跟炸素丸子似的。好家伙，老太太弄那炸素丸子怎么样？我不爱吃炸素丸子，那就是不怎么样。这个，哎呀，羡慕这一家人和睦团结。那家是不错，恩爱幸福，嗯嗯，哪儿都好啊。他父母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，哟，有什么遗憾呢？没有儿子。那倒是，每个家庭都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委屈。我们家这不存在，你等会儿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父母有一遗憾，没儿子。他要没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打你们家来的。废话，这个我可能是没说清楚啊。啊，我说没儿子是刚结婚那会儿。哦哦，您就说我之前，哎，对对，啊，是这是后来才有了他。对，那倒是，是那会儿他还不知道呢，这些事儿多新鲜，没我呢，嗯。你这个咱有什么说什么啊？其实那会儿他爸他妈年轻的时候，恩爱是恩爱，是，但是一直没有孩子
哦，老爷子心里不是滋味，难过啊。这后来他们念叨说，那会儿他爸爸天天坐屋哭，还哭呢啊，老头坐在屋里边哗，这是哭啊，你看怎么就哗，这尿了，这是倒霉倒霉你身上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这动静不对啊，就是难过呀。你瞧这姿势，没有孩子啊，啊，没有儿子，这是我爸是我妈呀，这个，哪怕有个洋白菜也是好的。没听说过，那管用吗？没有，这着急啊，着急啊。嗯，老太太那会儿也年轻啊，是啊，对吧？嗯，一看他哭，老太太急了，是吗？啪，把门就推开了啊，怎么了？哟，你没有哭啊？他爸爸也委屈啊，还不让人哭吗？啊，我爸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看我这样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老两口子长反了吧？这个，不是，老头是情绪在这压抑着呢啊。啊，你看我到现在，咱们老太太那怎么回事啊？老太太火光冲天呢，有点释放出来。哎哎哎，嗯，这个解释好，不像话，嗯，您这个，就是着急。老头，你到现在没有孩子，你看人都笑话，啊，人都还咱俩没孩子，咱把这兰花指去了成不成？一大老爷们儿啊啊，人都有孩子没孩子？别扭的了，这还是加上手势好，就说事儿就行了 啊, 啊！老太太气坏了，嗯啊，没孩子，捋胡子茬呢是怎么着？你说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哎，啊，行了啊，怎么那么些零碎啊？就是老两口子就因为没有你啊，着急啊，那是着急，是万幸啊，万幸这里边有一好人，谁呀？我舅舅。你舅舅怎么成好人？我的亲舅舅啊，跟他父亲是好朋友，叫莫逆之交，老上家劝来啊。劝什么呀？一进门就喊呜，嚯，就跟那儿一样，这劝呐，因为我父亲跟你舅舅莫逆之交，就是关系好啊。别着急呀，啊，不着急。哎，你这着什么急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有苗不愁长。他不是没苗吗？现在对呀，啊，没苗咱拔苗是吧？没听说过拔苗助长吗？不是，你有什么主意？你看天津、北京、河北各处有这么多好大夫呢。哦，瞧大夫，对不对啊？咱们就瞧去啊。哦，问问人家大夫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老头说：“那我这天天还有工作呢。啊，我哪有时间带你嫂子出去上医院呢？”嗯，我舅舅乐了：“是我来呀。”他带着去，我带着去啊。哦，那怕什么的了，交朋友，交我舅舅这样的有担当，好雇一车，嗯，啊，天天打，带着你母亲这儿去那儿去，哗，山东住半个月，北京待半个月，天津一个半月，那么长时间。哎呀，就整个大概一年多，满处去回，我舅舅累得都没人样了。哦，好家伙，脸煞白呀，啊。啊，就是交朋友这份心，你就那么尽职尽责。嗯嗯嗯嗯嗯嗯，说的那么慎的，那错不了啊。哦，就这样，怎么样？还是不行？你看还是不成啊？是怎么回事呢？嗯，最后我舅舅出主意，出什么主意？说实在不行，咱们这样吧。啊啊，北京西边啊，啊，有一个妙峰山，有人家没孩子的，都上妙峰山。拴娃娃求子，对，找老娘娘。哎，那儿供着那个碧霞元君，没错。老娘娘那庙里边好多小泥人泥娃娃，嗯嗯，拴一个回来啊，也许这个来了呢，孩子就有了，这图个吉利，去吧，那就看看吧。你父亲把工作也都辞了，哦啊，然后我舅舅安排好了，是带着两口子直接的奔妙峰山去求子。哎呦。道上没什么可说的啊，就是鼓励他俩人呗。啊，还鼓励呢？按说是四月初，啊，四月初的庙会，他们来的时候是三月底，干嘛那么早去呀？心要诚啊！哦，是啊，抢烧头一股香，你瞧这虔诚啊！眼瞅着来到了妙峰山啊，山上面就是，请吧，上娘娘庙，请吧。你爸爸胖，这是他爸爸跟我这个头差不多，知道吗？胖，不用拿你比划，你就说胖啊！我跟他爸爸差不多了，再翻过来比啊，不重要啊！啊，那弄着上去吧。嗯，我舅舅这儿伺候着，是嫂子来走上山伺候我们。哎呀，无微不至。嗯，搀到山上，到了山上先找人这庙里那和尚，啊，其他的香客都别让进了啊！
哦，我们要烧头一股香，这也有势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多给钱，没错啊。嗯，求您给我们这儿敬山，哎，还敬山？敬山就是一个外人不许有。哎呦，这多大势力，厉害了这个！又得有钱，又得有势，没错啊。就等着，一直等着你父亲上山来。嗯啊，怎么样了？哎，老头累坏了。胖了，爬山累。对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安顿好了没有？你等会儿，你这是爬山来的还是游泳来的？这是爬山吗？王八精的，哎呀，行，你别学了，你我就说都安顿好了啊，安顿好了啊。是，您那个就等您了。哦，您喊一声，咱们就进山了。哦，你爸爸高兴，好，喊，我要进山了，我努力。什么呀？你等会儿吧。我不害怕。废话，什么叫不害怕呀？什么呀？你喊清楚了是敬什么？敬山了。对，你喊敬山了。上来喘啊，喘累。累你别吃字儿啊！那山上没有闲人了。啊，真是没有闲人了。哦，把您母亲请到庙里边去。哦，老和尚这儿念经。哦，这是求子经。哦，道长成就，镇济疆场。寨主县城上香舍门，参下海中将声号，快逃逃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，金昆山有色早喇嘛，溪亭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，可以了。什么呀？哪儿啊？就可以了。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僧人呢。哎呀，喝了。巴扎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什么都有啊，这里头我哪会去，我就说大概是这个意思，你不用学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是是是，哎，这儿念着啊，哎，母亲跪在老娘的面前啊，啊，老娘娘在上，嗯，小奴家在下，呵，求您赐我们一死啊，这作死来了，是怎么说，怎么赐我们一子。哦，老娘娘在上，求您赐我们一肚子子。嚯，没听说过。不是，怎么着？就义子，一个，就赐我个义子，义子不是干儿子。干儿子呀？怎么到赐什么？就赐一孩子。好家伙，给我来个孩子吧！大俗语，巴扎嘿！哟，我来了，跟老和尚学的。哎，这站起身来，哎，开始拴娃娃。哦，要看了。所谓的拴娃娃，就是很多小泥人是在庙里边摆着。哎，你找一个哎对眼缘的抱回家去，这叫缘分。哎，过去咱们天津卫好多都上那儿拴去。哦，啊，也有的上咱们那个现在古文化街娘娘宫也要上那儿去了。是是，但是上妙峰山去的人最多，这是北京人去的多。哎，这儿一瞧，嘿啊，这儿有一个娃娃，你妈一眼就瞧见了，就喜欢她。这娃娃太漂亮了。是啊，叼着烟卷，攥着酒瓶子。还一脑袋卷儿，这我还随他，你看你妈乐坏了，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不认识，太可爱了，有意思，就是他了，哦，就是他了，嗯嗯嗯，抱着回家，哦，到家之后啊，嗯，没有多长时间，老太太就怀孕了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，可你这玩意儿，你说啊，好多事咱说不清楚。对呀，人对宇宙的理解是5%，这还是多说。可不嘛，世界上的事情，咱很多是科学无法解释的。哎，您就不明白。你不管怎么说，慢慢，肚子越来越大，啊，肚子越来越大。哦，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就真生了。您就落生了，就是我聪明啊，是吧？好家伙，一落生，一脑袋卷毛啊。卷着就出来了，呵，小胖手啊，小胖手什么都没有，哦，哎，会吃手啊，会吃手，呵，吃手，那是吃手，这还抽烟的姿势吗？呵，老太太说就是他，认识，我在山上看他就是这样，拴的就是这个，我说太棒了，嗯，这他我爱呀，还是喜欢这个。最要紧的事情是发生在后来，后来怎么了？嗯，半岁左右，嗯，于谦就会说话了。
那我说话够早啊。有人说这不叫事儿，有的是那个五六月七八个月孩子会说话的，是是，那个就是喊个家大人呢、啊嗯、吃啊喝呀、啊、闹啊那种说话。我呢，你是流利的对话。我半岁就能跟大人流利对话，半岁那是真聪明。好家伙、嗯、没有不说的，全说，跟你矫情讲个理儿啊，串闲话全会。我是跟哪大娘们学的呀？我这是，我怎么还串闲话去？太棒了！大伙说这孩子是个神童啊！是啊，是个神童啊！哦，哟，喊你妈喊的那个甜呢，叫人就是一样。嗯，不喊你爸爸，哟，这怎么还不喊老头？从来不喊，不叫人，一句都没喊过。哎呦，他爸爸难受，那可不嘛，坐在屋里掉眼泪，又哭了，又来了。就不是死了，可能得把这毛病改改就叫了。嗯、不是死了，咱们不要这首饰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啊咱们咋这么大岁数了？别这行了，非得拧着是怎么着？命里无儿莫强求。哎，这么说话挺好。有了儿子，他不喊我，就是不叫人，不喊我。嗯，你过来啊！哎，别抽烟了，过来。行，嗨、哎，半岁就抽，站在这看着他爸。啊，他爸爸。我是真喜欢你，我也真稀罕你啊！你就你得你不叫爸爸，我心里受不得这个啊、嗯嗯嗯！你为什么不喊我呢？是，喊你怕给你喊死。怎么还能喊死？天下还有这个事儿啊？哦，叫一声爸爸我就死了。嗯，那你喊吧。嗯、不能不喊，不喊喊怕把你喊死。你瞧，这孩子瞪眼说瞎话啊！往一喊能喊死，把咱家那厨子叫来。叫厨子干嘛呀？叫厨子来了啊！厨子进来了，大胖子啊！嗯，什么事儿？谦儿啊，这是咱家厨子啊！是是，这个王胖子啊！嗯，你叫王叔叔喊，啊，这样叫他王叔叔。嗯，你看这王胖子，哎，啪，怎么了？躺下就死了，真喊死了！你看这玩意儿，老头不信呢。啊，这信了没有？太胖，这心脑血管不行，哦，猝死。把咱家管家叫来，再叫一个。管家进来了啊，大高个晃晃悠悠的啊。嗯、什么事您？嗯，这是那个咱家那个赵大爷啊。嗯，喊赵大爷。喊吗？赵大爷。嗯，赵大爷，别死了！一口鲜血，咣当就躺下了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你爸爸眼泪哗哗的。对，这回信了。喊我，啊，喊我，都一喊就死，还喊？喊一声爸爸，我死了我也知道。就这么较劲，死之前就听你喊一句。哎呦，谦儿不懂事儿啊，他小，刚刚一岁啊，是一扬脖，嗯，爸比，真叫，你再听着，噗咔咣，死了。你爸爸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哎，你爸爸没事儿，少来这套，没死。正说着呢啊，一开门，我舅舅进来了啊。我舅舅脸色都变了啊！嗯，别喊，千万别喊爸爸呀！千万别喊，别喊，别喊！你爸爸急了，喊，再喊一句，啊，再喊一句啊！这还接着喊，再喊，嗯，小孩不懂事啊！啊，爸爸，啪！我舅舅也没事儿。哦，哎，那这怎么回事呢？妙峰山死一和尚。哎后来呀、啊，这个别后来了，这玩意儿还有上下本呢。您这啊，这都是瞎说啊。嗯，传统节目，对啊，拴娃娃，嗯，也叫妙峰山，也叫高山求子，对，好几个名啊、嗯。这个打清朝就有这段相声，那传统嘛。只不过每个人说的时候有调整不一样。对啊，我这个可能借鉴了一些个于家的真事儿啊。什么真事儿？又来了，你又不承认了？哪儿有啊？回天津演出高兴吗？好啊，她是天津的女婿，对啊，媳妇儿天津人，是家里有钱，嗨，咱们倒有钱，主要是岳父岳母有钱，那边还行，还行，日子不错。就是我不知道您哪位是老天津卫啊？啊，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天津最有钱的是八家，对，叫天津八大家。哦，你看杨柳青那十家大院了吗？啊，其中是有他们，对，十家。嗯，卖茶叶郑兴德，嗯，木家
是，还有海张武，就是易兆林张家，嗯，就类似这样的八家大财主。您说的呢都是大财主，就是八大家，清朝，嗯，要现在来说有钱的人家，就得有他岳父岳母。现在他们能排在里？哎呀，不次于八大家，是吗？岳父岳母五大家。知道吗？啊，能排在里边。对，狐黄白柳灰，我还没听说过。五大家，您说的不叫那神仙？哎呀，有的是钱。你想，天津城里边各大买卖、各大公司都是他岳父岳母的。啊，有买卖。好，早晨四点，他岳父的公司就开门了。干嘛开那么早啊？卖茶鸡蛋，知道吗？鸡蛋，那能卖多少钱呢？这个、那垄断，是垄断，垄断茶鸡蛋。四点公司开门卖茶鸡蛋。哦，五点他岳母的公司又开门了，又开门了。这回好家伙，大车往外赶啊！什么呀？车里边都是那个，就是白色的那个吃的，还有个饼儿。呜，这是？哎，对，有叫手里高的，嗯。干嘛？有叫手里高的呀？啊、那就叫手里高啊！一会儿他岳父公司又开门了。怎么还有豆根糖啊、酸沫糕啊、小枣什么这个那？这都卖小吃，小碗抹酱都有，就都垄断了。哎呀，那个钱挣的无数。小吃都垄断啊！当然，要不然能住那么好的房子？怎么个好法 啊？他岳父岳母住的黄崖关，怎么上那儿去了？四合院盖在黄崖关长城边上，这多糟践材料啊！你看黄崖关呢，各位啊，啊，到了蓟县还得往北去，深山老林28公里才到。好，住山里了，在那儿盖着七进的四合院。好家伙，四合院论进，一个院算一进。啊啊，两进的是俩院，三进的仨院，啊，七进四个院，好，盖山外头啊，赶上故宫了啊，再会后花园的，那可倒真是讲究。那关键你想啊，这什么手里糕啊、豆根糖、啊、收摊夜里12点，是两口子往黄崖关那儿赶啊，哎呦，对吧？到家还回去、啊，到家洗把脸，收拾收拾，3点就得回来，一4点茶鸡蛋就出摊了，是吧？多辛苦啊，这个挣点钱容易吗？对吧？哦，就赶着卖这个。那是啊，啊、哦，要不人家家有钱呢，这钱挣的也不易。你看，啊，他们家岳父家里是仨闺女，还有功夫生孩子呢。你看，那都年轻的时候，就天天这么赶了这个卖茶鸡蛋。当初最开始没孩子啊，他岳父坐在屋里边，你看到现在这孩也没孩子。岳母进来了、啊，哎，太强！我们这门当户对了，是怎么着？你看，你净搅和我啊！废话，搅和有仨闺女呢。哦，他媳妇行三，啊，最小仨女儿。嗯，真真、连连、爱。好，这全是神仙啊！不是，你是看的《西游记》哈？多新鲜！您说的这就是《西游记》哎。你以后别看《西游记》就没事了啊！嗨、哎，那就叫这名。哎，就这么仨闺女。哦，哎，老大、老二其实都已经结婚了。哦，都嫁人了，哎，嫁就是老三。当初他进他们家门，好家伙，嗯，那个跟审臭贼似的，知道吗？女婿那肯定是这样。啊、就他媳妇那会儿，你上家去见见我父母吧，也该着了啊。俩人弄带着水，带着干粮，然后就奔黄崖关那儿出发。对，这当野炊那么去的啊，走了好几天才到。是啊，啊，到了家一瞧，哈，岳父岳母，哎，俩姐姐俩姐夫，嗯，大排宴宴，坐一大桌子，呵。啊，这丈母娘疼姑爷，那真心实意，是吧？这就是那抽烟喝酒烫头那孩子，是吧？啊，这远近闻名了，快坐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吃啊！是啊，哎，我给你包一个，来，嗯，茶鸡蛋啊，嘿、哎，哦，这好，这好，这有毛这一块，很好家伙，好家伙、嗯，吃的喝着啊，今儿没出摊都卖我了，嗯。吃的喝着，老太太站起来了，嗯、啊，那什么，他大姐夫，你跟我出了一趟。叫大女婿，叫大女婿来跟妈出了一趟，干嘛？上后花园转悠转悠，娘俩谈心，谈心啊！你看看，经常的得谈谈心，看看对我闺女好不好？哦，这也是来了解情况。哎，来跟妈遛弯去，围着金鱼池、嗯、啊，围着水边还有金鱼池呢。最近怎么样啊？两口子抬杠了吗？嗯，哎，你可不许欺负我闺女啊！哦，这说着说着脚底一滑，呲溜咣当，咚，怎么了？老太太掉金鱼池里了。你看这不小心，大姐夫这赶紧把外套一脱，啪一扔啊啊，下去给老太太脱上了。哦，老太太高兴，好儿子，高兴不白疼，美了吗？给你买一辆夏利。说半天就买辆夏利，那是80年代呀，列位啊！你要说现在你觉得夏利不叫事，80年代呀、啊，
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私家车呢。就是啊，嗯，这搀着老太太回屋，嗯，老太太乐，你看我，哎呀，我没留神，我掉了那金水，是吧？哎，哎呀，你身的水呀，啊！别脱了，你屋里换去不好吗？哦，换上屋换去。可不是，换完了出来，啊，坐在这儿啊，吃着喝着啊。是那个他二姐夫跟我出了一趟，你瞧刚换完衣服就又叫人，嗯，啊，围这池子啊，还那儿啊？怎么样啊？最近呢？啊，日子怎么样啊？走着走着，呲溜咚，哎，对，掉水里了，不长记性。哎，二姐夫外套都没脱，是啊，跳下去给老太太举上来，还是脱起来。岳母高兴啊，这更好了，是怎么的更好了？外套都没脱就救我，急呀，啊！给，嗯，买个桑塔纳。你瞧，这比夏利好多了。夏利强啊！是啊，这搀着回屋，啊，我又掉水里了。哎呀，想不到的事儿！你想不到，你就别脱了呀，嗯。换一身干净衣裳啊，坐着喘口气儿。嗯，谦儿，来跟我出来。你瞧，这老太太不闲着，跟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啊！哎，围这金鱼池，嗯，怎么样啊？日子怎么样啊？工作如何呀？嗯，说着说着，咚掉去了啊！谦儿傻了，怎么？我不会游泳。嚯！这可怎么办啊！老太太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这是沉下去了，淹死了，一条人命就没了。哎呦，老丈人给他买一大奔。一说一乐。你们出去也别传去啊，这个就不要传播这种东西啊。这怕什么呢？啊，你不在乎，当个笑话啊，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儿。嗯，相声嘛，啊，对，大伙儿听完了，高高兴兴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没错，我们这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啊，有谦儿哥站在桌子里头，我就特别放心。您看，您要是捧这么些年来对我是各种的容让啊，不敢这么说。哎，啊，我其实现在我上岁数，我也就老实下来了。啊，我们小时候在一块玩，我可淘气了。谁小时候不淘啊？我天天逗他，啊，他那会儿我印象很深。嗯，他那会儿有一辆那叫什么，那个凤头的自行车，啊，对对，还真有这么一个。现在可能提这个小孩们都不知道，没人骑自行车了，进口的自行车。我们那会儿谁家要趁这么一辆车还了得？那真跟有辆豪车现在那何止豪车，就如同在黄崖关趁一四合院似的。就别提这个。那不怎么样，那个。哎呀，哟，谦哥，这车太棒了。嗯，你借我骑两圈。嗯，摔着你，不给。他说摔着我啊，其实是舍不得呀。摔着你，真是舍不得。那我也恨得很。好，你少来这套，你怎么不怕摔呢？是吧？哈哈，那得了，嗯，拿改锥加卷儿，咔嚓咔嚓咔嚓，怎么着？把他车座子就拧下来了。啊，车座子，车座逗他吗？哦，哎，他一会儿出来摔着你。哎，你骑吧，你看我的啊，骑上哎。嗯，出去各种忙，忙一天啊。哦，忙一天，忙一天。哎啊，我还纳闷怎么了这是啊。哦，啊，连着三天天天骑着走骑着回来。哦，第四天这哥还给您吧。我是过完瘾才回来的，是怎么的？哎，我这没坐着骑四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哥，我不知道，我还给您吧。啊，哎，又给他上上啊。嗯，看着表情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那是，哎，对，骑上出骑两步下来叹口气。嗯，哎，没意思。嗨，对，就这么善良，这叫善良吗？这个善良，啊，对我是真好。啊，所以说他有一点什么事，我渴望心里去。咱俩关系好。这两天在天津，他可能也累着了。反正是不清楚。下午一段，晚上一段嘛。嗯啊，吃的又不丁对，昨天腹泻，你这肚子不舒服，坐着肚子，哎呦，给我给愁坏了啊。除了上场，剩下时间都在厕所。我就那儿扎在那儿了啊！你是怎么弄的这玩意儿？嗯，我们来一朋友，我有一朋友大夫，嗯，坐后台跟我聊半天。哎，谦儿没来，我是来了。嗯啊，我来了。正说着，他打外边进来了啊，脸色煞白。是我这朋友看看他，你是不是腹泻？你瞧人大夫一看就看出来，你是不是从厕所刚出来？对了，对啊，刚从厕所出来。嗯，你把裤子提上。嗨。不是，这因为看面色看出来，就看臀色不正，没听说过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。
实在等不及了，你这个高八号啊，高峰高老师啊，是我们这儿最认真的一个演员。是啊，刚才又唱快板又说又闹的，嗯，话筒都湿了啊，不至于的，嗯，至于那么湿吗？嗨，没有那样。让他们休息一会儿。哎，我跟于公公啊，怎么着，郭公公？你早来会儿多好。我们这个后台有严格的时间要求。没错。哎，你是几点到几点？几点到几点？啊，这是必须的。哎，啊，所以说今天高老师呢，就是稍微的多说了一点。嗯啊，这到后台得扣钱。嗯、对，还扣我钱？他跑这过瘾来，你不是要钱吗？啊，谢谢吧。嗯，让他们俩下去休息。嗯，我有时候我也爱听他们俩。啊，是高峰、栾云平，他说的好玩啊。栾云平那是我的爱徒啊。对，嗯，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。今天很高兴啊，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你就把我也说进去了，你跟他又不一样啊。当然不一样，他是干的，嗯，我是亲的，是吗？您不像话，在一块儿半辈子了啊，很感慨，是吗？我们俩也是废物。怎么叫废物？干别的干不了啊，那还是就能说相声，就会这，但是很开心呢。嗯，观众听完之后哈哈一乐。哎哎，有时候观众要爱听，还爱听台上说错了呀，啊，出事故，哎，台上出事故或者怎么样，观众也开心。这个有意思，找乐，也就说相声，对就是错，错就是对。哦，这都混着。你看跳舞不行，跳舞台上跳半截腿折了，那你说。啊，这说相声腿折了也不成啊，是啊，说相声就很少腿折。对，那倒是，哦，都是在后台玩命吃东西，让把腿砸折了。哎，好，侯公公呢？谢谢吧。嗯，这个老听相声了，其实对我们都熟悉。是，嗯，其实我特别想有一个正式的场合，要谢谢谦儿哥。这您干嘛这么客气？对我对中国相声界的贡献非常的大，这可不敢当。因为我在舞台上其实只占20%，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哎，主要是家人。嗯嗯。啊，那好多人都问我啊，问什么？你为什么老在台上说于谦的父亲？哦，说于谦的媳妇儿。嗯，说于谦的孩子。啊，问得我哑口无言，没得说了。你们以为我在台上说谦嫂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你可不是就那么开心吗？你说我说谁呀？啊，艺术是假的呀。嗯，我们在台上一定要提到人呢。是，这个故事第一是我的事儿，嗯，第二就是他的事儿，就我们俩。第三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啊。你说说谁？说现场观众，行吗？啊，今天有一观众怎么怎么样，他太太跟我关系很好，如何如何？你这没说完了，这菜刀就上来了。好家伙，说其他的行业也不行啊。也不行吗？这是你一说，明天人家一骂街，我们俩人还得微博道歉去。这个是，我们都这个岁数了，就指着手艺吃饭，也不能老道歉呢。对呀，啊，为什么台上老得说于谦的父亲呢？嗯，我愿意。哎嗨，啊，就老一愿意，不是愿意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哦，这是假的。对，当然了，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。嗯，你包括向有关部门去报告的人，也知道是假的。哦，天底有一句话特别对啊！啊，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。你看，你怎么办？他就是坏，可不是吗？他想半天怎么才能害他呢？嗯，我得想一什么什么主意，拿这个去骗有关部门，如何如何？他以为都不明白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嗯，你要真台下见着于谦的父亲们，您当时别门啊。您这一门就一片了，你啊，这片啊，啊，哪片啊？哪片都行，没听说过啊，哦，那就这片，这片啊。这女孩还愿意搭这茬儿，你他们沾粒儿就走啊，还管你男孩女孩啊？我台下见着他父亲，我那个客气的都不行了，是，真的啊，就如同我亲爹是一样的，就是这关系。因为那个老头很疼人，很疼人的，人好啊啊，嗯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，对。那个老爷子
我反正我觉得他爸爸是一个挑不出毛病的人。嚯，那么完美吗？不管是生活，能力、品性、作风，嗯，哎，作风不算，对，就是、哎，就这重要，就这不算了。老头这一天就是非常健康的一天，啊，这怎么叫健康？早晨六点准时醒。哦，你看这一点就很难得，自律，不睡懒觉。六点他爸爸早晨准醒。是吧？但是不睁眼，不睁眼叫醒啊！你看，苏醒过了，但是马上睁眼坐起来，对心脑血管都不好。哦，躺那有一个慢慢的，嗯，先躺五分钟，是让身体慢慢苏醒。嗯，老头慢慢默念，念什么？一只羊，两只睡了又，再一睁眼，上午十点半，好家伙，这二楼起来之后，起来之后活动活动，哎，打一盆水，嗯，先泡脚。早晨起来，你看你们都是晚上啊，睡觉前泡脚，啊、嗯，舒筋活血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啊，跟他爸一睁眼先泡脚，哦，因为头天晚上忘了，哎，这那就是没泡脚嘛，你泡脚、啊，泡完脚拿这水，再洗脸啊，后洗脸，拿一漱口鱼儿，啊、哦，再全反着，嗯，哎呀，咽了，彻底就清醒了，那是，这才起来，恶心的这是，哎，先要。嗯先要喝猪奶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因为这个猪奶，刚才你说就不像话了。怎么？什么牛奶、羊奶都可以，猪奶谁喝？他爸爸原来是喝这个，喝牛奶，啊，但是喝牛奶受伤了。喝牛奶怎么受伤了？喝着半截啊，啊，那个牛坐下了。哎呦，那是得受伤。换成喝猪奶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没事了吗？往那一躺，软软乎乎的啊，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儿。小哥几个，打哪儿拎的小哥几个？抢着嘬呗。嗯，哦，喝完了站起来。嗯，哎，高高兴兴。嗯，哎，心情特别愉快。那是饱了，高兴了。哎，出去锻炼身体。哦，先要跑步，早晨起来跑步之前有一个仪式。还有什么仪式？找一个门呢。嗯，啪，这是踹一脚这门，然后跑。还踹一脚门，这个门可不是一般的门。什么门？一定啊，这个门里边要住一个寡妇。我爸爸早上起来踹寡妇门去了，他倒没刨绝户坟去，他这跑一大圈啊，跑一身汗。哦，跑完了到河边游泳。哦，到河边游泳。早先是上游泳池去游，那多好。后来游泳池不让他去了。为什么不让去？因为他淘气。老头还能淘气到哪儿去？他在游泳池那儿撒尿。啊，这个您就不了解了。怎么？您问问，都在游泳池里撒尿。嗯，他跟别人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别人是在池子里，他呢，岸边。好家伙，那是不让去了。所以后来他就到河边啊，那没人管，也很好。嗯，来到这儿呢。把那个跳舞的老太太都叫过来，快来，干嘛呀？快看我要游泳了，这有什么可看的？老太太们跟那儿，你爸爸脱衣裳啊？嗯，要游泳，脱个一丝不挂，光着。哎，就跟你那菜市口那个。对，我别提那个，怎么老有这砍头的事儿？你爸爸不是为了脱衣服，那是为了让你们看看我后背的纹身。老头还有纹身啊？后背啊，从脖梗子到脚后跟纹了一整条带鱼。嗯，多难看呢，这个！所以必须的要全脱了。啊，干嘛全脱？带鱼穿裤衩不好看。哎嗨，那就全脱了。下水之后翻波浪，游得好，那活灵活现。嗯，每次都让人家拿网给抄上来。好家伙，没看人就看鱼了。哎嘿，嗯，这儿回家来打一电话，自个儿叫一外卖，自个儿叫外卖，要一个披萨。你瞧，还挺洋气。大爷，这是您的披萨，给您切开吗？切吗？切八块还是十二块？对，怎么切？八块啊？为什么呢？十二块谁吃得了啊？啊，这不是傻小子吗？这八块披萨都吃完了。哦，喝一大碗那个女鸡汤。女鸡汤？对，不像话。那叫什么？那叫母鸡。怎么还有广东人呢？哪儿广东人？母鸡啊。不是那意思。喝完之后，嗯，睡一会儿，午睡，起身，嗯，到这个健身房去拉皮条。哦，嗯，
健身房拉皮条。是的，下午啊，下午两点多钟到健身房去拉皮条，早点了。应该呢，晚上九点多钟差不多。你说的这是头牌的话吗？不，行了行了，哪有头牌啊？说错了，那不叫拉皮条，那叫什么呀？那拉背气。对，练这个。对，一到健身房，没有不认识你父亲的，都熟。不管正练什么，都站那儿。哟、于大爷来了，很恭敬。老头啊，好，练你的，练你的啊！哎，别停。哟，这个胖子又来了啊！在练吗？大个子你也挺好的啊！是，好久不见。哟、你这个胸肌练得真好，是吧？大爷，我是个女的。嚯！好，就别跟人动手动脚的了，就。你爸爸可开心了。是啊，就为了你来的。得，不为这不来。哎，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。哦，专业的呢？他爸爸专业其实是一个文物专家。这个大岔离格了，有点。哎，大部分时间啊，他是要用在考古上。考古？他爸爸是研究瓷器的。是吗？哎，官窑、哥窑、越窑、定窑，呵，逛窑啊。逛窑，他爸爸最爱这逛窑，最爱这。你看那几个窑，你看有的是在河南，有的是在杭州。对呀、逛窑是在北京。北京有窑，就前门一带。是吗？那几条胡同，嗯。这是研究瓷器的吗？这个，你爸爸老带着几个瓷器上那儿去，这嗨，不叫事儿。这个，反正老头逛窑逛到后来身体不好。那是，那肯定身体不好。是是是是，他去世那天我还赶上了。我爸爸去世你赶上了？我赶上了。啊，他都没在家，是我在外地。我一进门，嗯，老头跟那躺着，他大哥在那守着。啊，就我们老大在家，他们家是哥仨。对，他上头一个胳膊，下边一个弟弟，我在中间，他行二。对，哥仨岁数差不多，踩着肩膀下来的。是，大哥31，他50，老32。这连胯骨轴子都踩不上啊！这个，这是踩肩膀吗？这个垫点脚吧。我比我大哥大，合着。没没，他比你大点，比你大点啊。反正这么哥仨，嗯，你是不在家，是他跟那个八宝山曲艺团出去演出去。哎，合着您这都连着的是吗？他拿着镰刀带着鸡蛋演出去了。哎，我还送鸡蛋呢。啊，家里就大爷在了。嗯，我一进门我都傻了。是吗？你爸爸躺在那儿，那脸翠绿翠绿的。嗯，你大哥在那儿坐，那脸惨绿惨绿的。爷俩谁先死啊？这是？怎么全绿的呀？这爷俩要打古玩店门口过，能揽进去。好家伙，跟两块翡翠似的。没听说过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问问他。老头要坏了。是啊，我守着好些日子了。嗯。二的三的都不在家，哎，我一个人，我连动都不敢动，我连饭我都没吃，饿着，我两天没吃饭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不能不吃饭啊！怎么？老话说得好，人是铁，你爸郭德纲，因为确实等会儿，你身体不好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饿得慌。不是，您这差点滑过去啊！您就说的还挺快，你得拿个成语啊来，没听说过，这是成语吗？这个。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！行行行行行，好啊，好，因为不是饿得慌，那、不对，哎，饿、必须你得吃饭啊！你上厨房吃饭去，哎，我替你守着老爷子，这还差不多。大爷站起来，擦擦眼泪，嗯，奔厨房做饭去了。我在这看着你爸爸，嗯，这也心里难受。你也有今天啊？什么呀？这叫什么话呀？原来踹寡妇门那会儿跑多快，别提这个了，对吧？现今。躺着，啊，这么着也有今天。没事，老爷子，您一定很好的。你给他宽宽心，老头别劝我，啊，心里都明白。是啊，挺好。哦，没事，大爷。嗯，喝水吗？我给您喝水。嗯，不要，我扶您坐会儿。啊，不要。嗯，您要什么呀？嗯，我要小姐。这早就该死，这个知道什么时候了？要小姐，他要方便一下。小姐，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？你就说撒尿不是就完了吗？大爷，我扶您，扶您尿去啊！不要动，怎么呢？尿完了，哎，这太快了，看着我真是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是吗？大爷，没事啊，你一定能挺过去。哦。小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您说。张大妈呀，李大妈呀，啊，赵婶儿啊，王阿姨呀，是
我都爱。哎嗨，就别想这个了。还有40多个妇女啊。好，都在河边等着你呢，你赶紧去。什么40多个？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？废话，提这干嘛？你要替我照顾他们。嗯嗯，我说好大爷，你给我拿个本儿，我得记一下。哎，对，实在记不过来，这点娘们儿太多了。哎呀，转身拿本儿。嗯，你爸爸，我爸听相声去了。不像话，笑了，谁笑了？这时候这能笑得出来吗？啊，好，可以，好，行。他回去座丢了。说到哪儿忘了不是？啊，他媳妇儿啊，徐娘们儿把老婆老婆，这完不了了。这能说好几天，你知道吗？老头完了，嗯，闭上眼了，怎么了？我都傻了，嗯，就眨眼之间生死这就没了，真没了，真没了吗？我要探探鼻息呀、啊，哦，看一看，看，啊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是。没死也让你给处死了。哎，我哪懂，我就探一下。这是探鼻息吗？您这个，哎呀，好家伙，甩着血，走、啊、赶紧奔厨房干嘛呀？给你大哥送信儿去。你得告诉他一声。到厨房看见你大哥那样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他干嘛呢？哎，百日床前无孝子啊，你大哥就叫大笑弥天就好。这会儿你让他说炒菜，嗯，你看他吃咸菜他都吃不下去，心火大呀，但是又不吃又不行，还得盯着呢。是啊，打电话叫一外卖。哦，嗯，赶紧送来呀，别让男的送啊，还让那小闺女送，知道吗？就是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那个。你还是不饿？不是他送，大爷不吃。你死不死啊？你来了之后有一暗号啊？干嘛？让他敲三下门，然后喊。喊什么？喊那个恭喜你爸爸死了。这什么话？这是不说这个暗号我不吃。没听说过。我赶紧过去啊，大哥。嗯，恭喜你爸爸死了。哎，对，饭来了。是没来，真死了。快去瞧瞧去啊，参观一下，你爸爸招苍蝇了、嗯、哎，好，没有那么快。来了一进门，嗯，老头那躺着。是，大哥就傻了。没想到就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没了。嗯，最后一面我都没看见。讨讨印的肩上肩，柳叶遮满了天啊，在其位的这个名啊公。别唱了、哎、我知这不是我爸爸死了、嗯、这张云雷他爸爸死了。这个像话吗？唱这个死人。我劝劝他吧啊，但这会儿你也不在家。我是不在家，因为你不是跟着八宝山曲艺团出去了吗？别提这个了。老三也不在家啊，他也是有事儿。老三是科学家啊，正在保定开发科研项目。哦，他有个项目研究那种不加驴肉的火烧。那就是素火烧，彻底粉碎驴火的猖狂。这有什么猖狂的？这会儿正跟客户啊在澡堂子洗澡呢。啊，这是泡呢。哎，光着身子跟池子里正泡着呢。哦，一接电话说老头没了。是，老三急坏，那是翻身上池子，顺着京石高速就跑回来了。我兄弟裸奔就回来了是吗？他戴着隐形眼镜。那管什么用啊？一进门啊，老三就愣了。是啊，大哥就迎上去了。哦，哥俩抱住就哭啊。那是，老三咧着嘴呀、啊，嗯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哎，碰上岳云鹏了，这又，老大拍着他肩膀，啊，又又送到了大门都，没有这个啊，没有这个乱，没有吗？啊，反正哭一半，嗯，坐在那儿吧，哥俩抽抽搭搭的，是。没想到的事情，一个大活人没等我们孝顺老爷子正没了。嗯，正说着，噔噔噔砸门呢。这谁呀、啊？门口有人喊：“哦，恭喜你爸爸死了！”哎，送饭来了。嗯，这回是送饭的，把饭拿进来吧。啊，点的不是什么正经饭，那点的什么？就是河里边那种螺丝牛，你们见过吧？炒螺丝啊啊，就是、螺丝天津叫嘎啦牛，北京叫螺丝牛。对，搁点辣椒、甜面酱炒。嗯，大爷那意思，好歹吃点就行了。是是，拿进来搁在这儿。嗯，老三。嗯，因为这个事儿啊，你二哥不在家，咱俩人呢，你们先吃行吗？商量。太厌气了，这个聊天聊的。三爷说：“那白事怎么办呢？”他也吃上了。
哥俩说这个啊，我说二位二位省点嘴说话吧啊，就说是呢，这事儿怎么办？哎，该说不是办事儿，怎么办？嗯，大爷说要我说把房卖了，卖房干嘛？万贯家财全都不要，干嘛呀？拿这钱给老头办白事。他孝顺。老三说这不像话呀，怎么？咱们的日子怎么过呢？哦，顾死的也得顾活的呀。老三实际，大哥急了，你呀，这是急了吗？这是，我告诉你，我在家里边。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啊！我要说了不算，我就是个孙子，还起誓。老三急了、嗯、啊！你先放下。你是孙子，我不是孙子是吗？啊！我一看不像话呀。对呀、啊，我哥俩你们要这么打架的话，那我是个儿子，哎、知道吗？对，你站辈儿了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要说你爸爸这辈子不容易，那是不容易，为家为业昼夜操劳，嗯，以致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觉欲裂、哦。虽经北京著名医师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牛七马八，这没敢说说名字，以及俄罗斯著名的医师伊加兹诺夫先生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各大名医临床会诊，嗯，怎奈你父亲医药罔效，他老人家乘风而去，驾鹤西归，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耳玩。去了，怎么那么热闹啊？这里头办白事吧？对呀、啊，办白事吧。嗯，找门口那个有一个卖卤煮火烧的王大爷来给帮忙来。哦，他料理这事干这个事儿没个老人不行啊。啊，他老理儿。王大爷为你们家卤煮火烧那摊儿今天都没干。好家伙，这不叫什么大事儿。来了说，先给老头洗洗吧。对，这身上都馊了啊。王大爷架一口大锅，嗯、点上柴，搁上葱姜蒜。豆豉甜面酱酱油做好了给你爸爸搁在里头，这给我爸爸搁里头、嗯、洗干干净净的啊，去身上的味儿，哦，都弄好了，换上衣服把人停上，是准备棺材，这是重要。可是北京城也没有棺材呀、啊、那怎么办呢？现在都是火葬。嗯，你们家有一口老存性。哦，家里有。1928年你的祖父就是你的爷爷、嗯、啊，在蓟县马伸桥做生意。哦，他老人家喜爱文物。是黑更半夜扛着铁锹夜到东陵啊，偷出来这么一个金丝楠的棺材，我爷爷指望自己百年之后就埋在这里边了。嗯，但是没想到用不上。怎么？盗窃文物当场击毙火化了。嗨，这个进废的呀。你棺材你爸爸弄回来、啊、一直搁墙角站着当立柜使唤。这什么家庭啊？这是啊，这回你爸爸死用上了啊。来吧，把立柜放躺下。嗯，这一放躺下，立柜哭了。怎么？我他妈可歇会儿了。哎呀，这才叫拟人化呢，知道吗？打开立柜，里边都是你爸爸的存性啊。什么呀？什么人体摄影啊？啊，香港画报、日本电影啊，都是这，都藏在里头了。都弄出来，给你爸爸都装好了。嗯，请和尚来高搭法台，要念经，要办白事。呵，嗯。一帮和尚坐好了，正当中有一个头戴五佛冠，就跟唐僧似的、哦、嘿，他领着大伙念经念咽口诗十开16本经。嚯、哦、怎么念啊？经念起来好听啊，您给学学。道场成就镇济疆场，摘出千城上香设拜，叹息呀海中巨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近观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僧接的朋友独明君兮。什么呀？老头划着船来的，哎，巴扎嘿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怎么那么乱呢？这个我也不老会了，就会前面几句啊。啊，念7749天，嚯，僧道坛你轮班来。嗯，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。这是居士林的来了啊，启士林的来了，哎呦，功德林的来了，嗯，麦当劳的也来了，肯德基的也来了，来这么些厨子干嘛呀？趁这机会干一庙会。嗨，这都不挨着，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啊，晴空万里，红日喷薄，好天儿。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糕，搭七级大棚，过街牌楼，嗯，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，上写三个大字：当大事。好，孟子曰：“危送死以当大事。”嗯，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，哦、先放3声铁炮，请来文官点主。
武将进门，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冠请出门外，上小杠四十八人杠，后换大赵八十人杠。讲究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，剃头洗澡穿靴子，一个个是满穿套裤。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，摆开一字长蛇，五里阵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早晨9点钟由你们家把棺材运出来，你们家住前门呢，是由前门奔永定门，上二环走三环奔四环绕五环到六环，转遍了北京城，晚上11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家。哎，怎么又抬回来了？没有坟地。哎，去你的吧！后来呀，就别后来了，您这玩意儿还都连着。这信纸说没完没了了。是啊，这个行了，配合一下啊。啊，嗯嗯嗯，还要是配合一下啊、哦。谢谢大姐啊、嗯，谢谢各位吧。嗯，其实你们应该谢谢谦儿哥。怎么呢？谦儿哥在这个舞台上确实啊分量很重。您客气啊，我们哥俩合作这么些年了，其实就是就得亏有谦儿哥照顾着我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真的，你包括一出去，哎、他媳妇儿都嘱咐他。我媳妇儿太爱说话了，我。你要照顾好德刚。哦。他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，我跟你没完。是啊。说的我都怪害臊的。行，我还没害臊呢。你有的是机会害臊我呀。因为我们一出去演出去，谦儿哥很照顾我。我应该的。我因为谦儿哥，我在后台我都不敢换衣裳。干嘛不敢换衣裳？你看上台穿演出的衣服，嗯，演完了得换自己衣服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一脱衣服他就过来了。我干嘛呀？他就塞着你。塞什么呀？塞着你那双袜子。袜子？他要拿回去给你洗袜子。我啊，洗袜子啊啊！你要跟他抢就急了。是啊，一把他就塞嘴里。我塞嘴里？你怎么弄？啊？你怎么弄？就这么爱干活。洗袜子，哎，尤其出去演出，嗯，连着几天啊，他上酒店上你房间找去袜子，要是有裤衩那最好。哎呀，干嘛洗？高兴啊呀，又好几天又攒了这么四五条裤衩，嗯，高兴就跟过生日似的。哎，就这么高兴啊？嗯、拿走，嗯，有的时候拿走四条裤衩，嗯，送回来三条，我咽了一条是吗？看错了。啊，您说记混了，看错了，以为他自己的呢，哦，他留下了那三条送回来，那没准乱，我也没准，嗨，就无所谓了。是我那条他留下了，嗯，留下他洗干净，他还穿上了，这都乱了呢吗？到家换衣裳一脱裤子，他媳妇乐了，是吗？你怎么穿德刚裤衩？哎，天不早了，你们还不回家？在这儿住啊？嗯、早休息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您这不像话，给人留下，您走了。待会儿你们出去都糊噜糊噜，脑袋有汗没有啊？是这热，这晚上今儿挺凉的哈。对，注意保暖。嗯，保暖思淫欲啊，不是一个意思。嗯，要谢谢谦儿哥，要谢谢高峰，啊，高老师是比较辛苦，这几个人在我们后台很重要。哦、啊，包括老高是替我教学什么的，那总教习嘛。对呀、啊，啊，老高啊，把他叫上。老高，快来。高老师在吗？来，说相声的高峰是我，相声说得好，您客气。哎，外号叫小上小菊啊。上小菊还小，我还有多小啊？我小不点的小上小菊啊。哎，您客气了、啊，说得好。为什么高峰说相声说这么好？原因是呢，因为他师父好。哎，这我老师教的。哎，他师父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。谢谢。哎，等会儿你，我师父是爱好者呀。他师父是一个相声的大瓢友啊。这、嗯、什么话这是？什么相声老前辈？相声老前辈。对，老前怎么他师父？哦，嗨，想起来了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二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您听这名字像老前辈吗？王几？不是，不姓王啊。范振钰先生，哎，范振钰，对，犯了罪，镇压在监狱、嗯，没有，您别胡批了，怎么了？啊、就是范振钰先生，范振钰先生，哎哎，这个收了一大堆徒弟，对，最露脸的就是高峰，哎，也不能这么讲，哎呀，老头给观众
带来笑声一辈子。是啊，后来呢，那个去世了。哎，哎，去世那年多大岁数？81岁，八十一岁高龄、嗯，多少观众都哭啊。那当然，也那么好的人死晚了。哎哎，嗯，您这晚字很可气。死在一个晚上嘛。嗯、那倒是死了一个晚上嘛、嗯。那会儿高峰他们都北京正演出呢，来电话，老头不好，赶紧回去。这儿演完了回北京，回天津，没错。他师傅住天津，到医院的时候晚上11点多。哎，对，晚上一帮人徒弟，有高峰围着床看着老头。嗯，老头很安详。是啊，你都来了，我好、哎、对好。你们能不能嗯，别笑得那么开心？哎啊，我们这都什么徒弟呀、啊？啊，我没事儿。哎、我有毅力，我希望我要活下去。哎、对对对，我一定要好好活。嗯啊，高峰就一直看着表啊，是看表 啊。师傅，您放心的去吧。啊啊，放心去吧，一定一定会可以的。这干嘛？什么手势？把他师傅那管子给拔了。哎呦，好，这我给害死的。老头儿，全一个作品。这你不知道回事吧？是我刚才都听见了。啊，那得那得啊。因为他们师兄弟们是倒班来啊，怎么每个人呢给老头结一天医药钱哦？高峰到的时候就夜里11点多了啊，对，为什么看表呢？快12点了，嗯，呵，就你又省钱了，哎，对，这表要快点还麻烦了啊。那天到火葬场，到八宝山曲艺团，到八宝山没有曲艺团，不是在你们单位烧的，行了，我们天津烧，我记得你们单位有那巴比扣，好的，拿那玩意儿火化呀？哦，那好的，就是到。到火葬场的时候、高峰提议什么呀？师父给观众带来笑声一辈子，我们不要在灵堂哭哭啼啼，那我们要用笑声和掌声送师父最后一程。我死腻歪这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呵，大伙儿徒弟们哗哈大笑，哎呀，有俩徒弟都乐得背过气去了。呵，徒弟们连徒弟媳妇们鼓掌高兴，好家伙，还有几个冲着老头哎。这害心，他再坐起来，哎，还有俩这样的，您来来喝一喝，哎，下。说这灵堂多热闹，哼，鲜花掌声笑声一片呢，哎呀高兴。火葬场看门的大爷说了，是我干了半辈子没见过死了这么开心的、哎、人看着新鲜，是不是这帮人给害死的、哎、啊？就我一人害死了、哦、你给拔的管子、啊、哎，对，好吧，这个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，哎，但是呢好在把老高留下来了，嗯嗯啊，听着这么别扭啊，这不别扭，如同侯震留下来道理一样，侯震是我师父没了，把他侄子侯震留下来了、哦、这就是先生们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们都是那遗产，合着啊，挺好、嗯、咱们好好说相声，哎，是不是？尤其是他跟谦儿哥他们俩人，我觉得更有时间在一起多研究作品。哎，我们住得近，他们俩住在北京的锦南头，是了，我住在北边，他住南边，嗯，南边有个天堂河小区啊。您别蒙，我们天堂河那是公墓，那是八宝山遍地烧人吗？曲团就不烧人。你看这八曲的是吧？你看人家头曲的啊，八曲的是吧？你看人家头牌说的话就是不一样，他长得俊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俩在天堂河公墓边上有这么一个小区，哎，反正离得有点距离。哎，一人一套烟景房。对，烟景房啊。这话多可气，那个房子叫烟景房，四季如春呐、啊！哎、对，还不交暖气费呢。四季如春，天天暖暖和和的、嗯，天天俩人哥俩没事，楼上楼下一遛弯一散步，是是，我都羡慕。就在楼道里转悠啊，尤其吃完了饭、嗯，晚上俩人小区里一散步，哎，消消食，暖和。高峰、嗯、于谦俩人走，高兴，多好，探讨艺术，探讨人生，哎，高兴啊！这些日子，郭德纲上你们家去了吗？嗯，没有啊。是是，上你们家去了吗？去了我也不承认呢，嗯，还是去了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探讨什么那么着？请，这探讨那帽子是你们俩落那儿了、哎，你们都没看见，知道吗？这还展示展示，嗯、三顶都拿起来啊！嗯、别发了就，一个翠绿的，一个草绿的啊，还渐变呢、嗯。那是啊，这叫原谅帽。嗯、是了。嗯挺好，说到哪儿了？忘了。叫俩人跟小区里边走。哎，那天走着走出事了。怎么？突然间发现地上有东西。什么呀？也不是谁遛狗，小狗的便便。嗨，你说狗屎就得了。啊、有30来斤。嚯嚯，这得多日子没拉了这个、啊。嗯，这哥俩站在那儿。哦。嗯。
馋了，别咂巴滋味了。哎呀，高峰看看于谦，于谦看高峰，四目对视啊。于谦乐了，是老高，嗯，敢吃了吗？什么朋友？吃完了我给你10万块钱，这叫打赌。把高峰气的，嗯，你带着筷子呢？嗨，我是没有这工具，真是的，倒是也行。认钱，我看看凉不凉？凉我可不吃。对，我吃凉的醋心，胃口不好。对啊，嗯，哎呦，没多少功夫。那是一会儿功夫啊，30来斤都吃完了。啊，就是我这分量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于谦，给10万块钱。对，主要要这钱。于谦乐疯了，是你出去散步带10万块钱呢？这不是蒙我吗？回家给你吧。啊，俩人又往前散步。我还能散步？走着走着，嗯，走着，又发现一滩小狗的便便。哎呀，比刚才那个大一倍。哼，那大狗的便便，对，这60多斤。哼，俩人看着，嗯，亚拉索，没有那么高，哪有那么高啊？高峰乐了，嗯，谦儿，敢吃吗？对呀，吃了我给你10万。又翻回来了，谦儿乐坏了，嗯，就把勺掏出来了。哎，有备而来，我备得起。啊，连地都咔嚓干净了。呵，吃完了，高峰给10万。啊，高峰说：“你是人吗？啊，你没带十万，我能带10万吗？”就是啊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咱们谁也不欠谁了。嗯，请，请。行了，你长不了个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多可气啊！合着我们俩出来，一人闹一肚子屎就完了，是吧？我们就为这两包狗屎来的，是吧？就您别信，都没这事儿。后来就没吃过啊，这之前也没吃过。啊，好，这后来不承认了啊。嗯，挺好，这个很开心，带着他们两位跟大伙展示了一下小区散步的一些情况。哎，行了，您没有别渲染了就。啊，今天这场演出呢是纪念我拜师15年。对，你说人生中有几个15年呢？您多说点这个。这个一晃就过去了，就是啊。但是很感慨，也很感谢当年侯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。哎，是啊，是是是，也感谢他们哥几个，对我的帮助。不客气，这在我们这儿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哎呀，今天来了演出的人呢，这个大部分您都认识，对，有的您也不熟悉，把他们叫出来，咱们玩会儿好吗？哎，好。这个因为石先生岁数大了，我就给他先送回去了。是是啊，送回去了，然后就剩这些位了啊。从那边介绍，高峰高老板，嗯，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。哎，我们这来老先生啊，杨锦明杨先生。哎，你别看他岁数大，他是我师弟啊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我，哎，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。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那是我徒弟啊，周九良，那也是我徒弟孟鹤堂。那主持人哪儿去了啊？大脑袋呢？哎，这也是我徒弟，跟郭麒麟说相声的啊，我徒弟，嗯，壮壮你们叫他啊，严鹤祥，嗯嗯，孟鹤堂，来过来。你谦大爷有一帽子给你留下来了，倒是讨个吉利啊。嗯嗯，行了，撂下吧啊，撂下吧啊，这个给大伙唱两句吧，好吗？哦，唱。我也没准备，师傅，您这啊愣出，那可不就愣了这。来了一起吧，十万个，我来了一起吧，一起就算了，因为这今天是我师傅的主场。大家唱一个评戏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刘伶醉酒。好。嗯，来了刘伶，好酒的呀难安，叹如今谗臣当道，兵马大乱，读书人逢乱世啊。有口难言，我只得在醉中讨灾避难，哪怕人耻笑我狂傲疯癫。好，
来，都往前站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小曲吧，唱个大西厢。我前两天啊有点感冒，然后嗓子一直不太舒服，到今天好点了，又录了两天坑王啊，一天录好几个钟头，所以嗓子有点充血啊，咱们那个缓着劲儿的来好吗？好，我带你们咱们一块儿啊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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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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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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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走过三里叫桃花店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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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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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哎哎哎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演出到此结束，祝您各位晚安。这世界很酷。